打开单卡，打开注册表，搜索几项名，选第一个，下载。下载完之后，双击，下部修改一下容器名，设置几个变量，亚洲、上海，保存，下一步。打卡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相应的改动。我这边就用半一啊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改为自己喜欢的打卡。半一啊是最下载软件的后台管理打卡。我们点下步，然后映射两个文件。在单卡建一个文件夹，然后将配置文件映射到，然后再映射一个下载文件，到下部，然后完成。取回评价端口号，我们这里设置语言修改为中文，然后修改密码。设置一个自己喜欢的密码。